谢谢谢谢谢谢。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对我有非常大的意义，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唱这首歌，可是基本上并没有一个场合适合唱这首歌。这首歌是一个中古歌，是萧煌奇的《末班车》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，它是跟亲人道别，而且是生是死别的一首歌。那我都在想，如果有人丧礼请我去，我就唱这首歌，可能后面要轰出来吧。可是这首歌的歌词的意境实在是非常好，可它的 MV 拍的超烂的，好像是男女道别，事实上不是，它是跟就是跟亲人道别。那因为是萧煌奇的歌，当然不是给人唱的，只是因为太喜欢了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为各位带来《末班车》。三首歌我也唱完啦 ，nice， 谢谢你，花飞。